这太难了。四个字儿。叽叽叽叽叽叽。哒哒哒哒哒。呱呱呱呱。哒哒哒。然后。呱呱呱。我真没明白是啥意思，是吗？四个字儿啊！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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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喳喳喳，叽叽叽喳喳喳。蓝老师，我见过最有舞蹈天分的艺术家。猜不出来。老师好。叽叽叽叽叽叽，又是你啊？对。喳喳喳喳。对对对。咕咕咕。对对对对。叽叽叽喳喳喳。对对，不对，最后一个。叽叽叽喳喳喳。是是这意思。有这个，他四个字。对。哎呀，这么久，又来了。那个，对他们都是弄鸟。哇哇哇！杨老师建议我们给您，我帮您配音。您跳，我来配音。好，预备，走。看最后动作啊，看最后动作非常重要。叽叽叽叽，哇，我感觉我好有舞蹈天分啊。他们完全不一样，杨老师简直在树立我们的自信心。对，然后变成一个特别好看的舞蹈。给我配个音，主持人。好，配一配，预备，走。鸡嘛，鸡鸭，鸡鸭，鸡鸭鹅，这啥玩意儿？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看到这很重要。鸡鸭鹅卷，鸡鸭一群，卷鸭卷。哎呀，这么美的一个词儿，让你整成这样。我一会儿一跳你就知道是什么。好，行，你来吧。叽叽叽，哒哒哒，往后看。咕咕咕，三只鸡。叽叽叽，哒哒哒。这个鸡中之鸡，接近了。他们都有一个什么问题？他们都有一个。叽叽叽，百鸟朝凤，是不是？是。刚刚那一幕幕，杨丽萍老师也跟着演了吗？对，演了。但杨老师演特别好，特别漂亮。感谢杨老师的参与哈，谢谢杨老师。